米山舞知道吧？她老公岩崎江大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说米山舞的画是炫，那岩崎江大的画就是潮。岩崎江大是一个球鞋重度爱好者，他的画多以球鞋与少女为主题，喜欢将球鞋元素融入角色，赋予角色新潮时尚的感觉，对人物造型与动态拿捏得十分到位。米山舞永远的神话，因作品画面光影构图和色彩的独特，使用大量饱和度高的荧光色系，以及画面中把控距离朦胧的聚焦感，让整幅作品像是在镜头下拍摄一样，更具有真实感。夫妻二人还一起制作过动漫 Darling and Friend。 素敵だったよ Darling。 这一身 Darling 真的是酥到骨子里了，我仿佛都已经看到了两位画师的日常了。果然太太的太太是太太，太妙了。最后看画家的画展，拜。